起，安德拉德直接打了，漂亮！皮亚特·安德拉德一脚石破天惊的后点凌空抽射，2-2。哇哦，这一下太吓人了。Quickly rolls it out. Chance 3v2. This is Thiago Andrade. That's Santiago Rodriguez in the middle. Andrade with his pace just blisters by Donovan Pines. Cuts into the middle. Thiago Andrade back to his left foot. And it's in! Thiago Andrade in stoppage time in the second half. His second goal of his many games. New York City has the lead. It is 2-1. Brilliant! It all starts from Sean Johnson. 小迪亚哥扣一下。好机会，大门，球进了。那么这个进球几乎可以说是外援放在前面，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先看倒三角打门，哎呦，立刻换一颜色，马上就把比分给扳平。阿尔门特罗斯开场有个越位的进球，这一下呢，把刚才那个越位相当于是弥补过来，这球应该是没什么问题。Nice.Sends it back in New York City on the move. Santi Rodriguez and just jumping over Titus Wagner. Thiago Andrade! And he has number two on the day! And New York City leads 4-0. 来看看迪亚哥安德拉德。小主回来。再传。好球啊！漂亮！比分比分！我的天哪，这就是升班马深圳新鹏程阿尔门特罗斯。漂亮的反击。哇，飞到晚上7点的那种比赛，对他的睡眠包括看这球，哎呦这个球，后防线上送大礼，这是三人目送，没想换，中间是弹了一下，我们小心对方的反击，这一下过来了，右边也可以分，还是在观察，哎，好球。打身后漂亮，质量很高。这一次，安德拉德停一下，再往回给门前打门的机会。这一下的其实是没想打门，感觉戴伟俊这下是想传球。想再，哎，又差点扑出去。打进一球。Pressure from Scott Caldwell curls the ball in, and Thiago Andrade gets around, and there it is, 2-0 New York City, and we're just a quarter.安德拉德过了，四打五，顺。这里是有一个挂蹭，对，打，好事。这一下搞得的稍紧。清楚，底线有队友。直接传了，好球！头球！哇、哦，这个机会挺不错，而且阿尔门德罗斯没人盯啊，没有传到位，漂亮！点球，这球给对手机会了，起诉！第二哥过了之后前场，亚哥德拉达主动。德球，开场嘞，一对两没啥突破的机会，这是球就最后传送的辰光没完全处理好。中场反击，球这次，纳德出球之后直接把球带出来。安德拉德还是个人能力，喂。
攻，传到右边。Rodriguez and on the turn Pereira still available. Andrade 2-1 NYC. Amundsen. Amundsen crossing header snap down and played in by New York City.安德拉德再坐一下，让一步，越是这时候呀，还是左路这边过得很漂亮，看安德拉德这一下跳三角，哎，有差的空间，给了，那今天得回去打他这个左边，对，机会，来看看迪亚哥安德拉德用脚再打，一下被解决了，看深圳新鹏城这边有没有反击，也不是第一时间过的，安德拉德这边过的，安德拉德一再打上一波，速度太好防啊，赶紧过来包夹，这下又进去了，躲过去了，安德拉德趟起来变相吗，进去了，传机会